就没有存在的意义，所以说我今年还是想要进圈。而且其实我知道今年有很多新认识我的、新喜欢上我的朋友，他们想要跟着我一起往前走，想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一些什么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带着他们去完成一个梦的人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，比铁还硬，比钢还强。Trust me, come with me, together, fight. 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你们的可能。